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Dan，我的影片让你永远看不腻。那今天我又找来了我妹要来跟我单挑啊，因为非常多观众一直私讯我，甚至在影片的留言区底下说，什么时候才要跟你妹单挑？什么时候才要跟你妹单挑？这不就来了吗？那今天我们要单挑的角色呢是特安纳斯。那特安纳斯在最近的，因为诚心这件装备出的关系啊，特安纳斯变得非常的火红，官方甚至把它定为 T0 射手。那今天我们两个就是要来单挑特安纳斯，所以我今天定了一个规则。什么规则？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双方除了鞋子之外，就是你可以出一双鞋子，其他装备都不能出，唯一能出的就是等一下你选的装备，诚心或者是王者。我们今天要来实测诚心跟王者到底哪一件装备比较强。等一下我会全部出诚心，你全部出王者，最多就一双鞋子。好啦，鞋子也不要出啦，就全部王者，那我全部诚心。我们来看全诚心比较强还是全王者比较强。两个价钱不是差不多吗？就是两个价钱差不多啊，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各位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，你们觉得是我妹会赢还是我会赢呢？可是其实这样测试也不准啊，因为我妹不管出什么装备都不可能赢我。我们这样子测试装备会准吗？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真傻笑。你在说我烂吗？ 我怎么敢说你烂？嗯，还狗狗请我不要，你走开。我听一个，我听一个。OK， 我们进来到这个选角画面，熟悉的选角画面。你有没有特兒？会不会进来说你没特兒？我有特兒。然后你有特兒？你知道特兒最近画的这个造型长得很不像以前的他。我觉得他就是，我觉得以前的他比较好看哎、欸。我觉得他现在美颜开的有点大。他是精灵女王哎、欸，他虽然说瘦脸开到最大，但是他的底裤是黑色的、欸。没有人叫你注意那个吧？你没造型啊？我好像没造型吧，可怜啦、啊、给你看一下。哎呀，我有这个啦。哎呀，啊我也有这个啦。要哪一个？你要我，你要我，你要我哪一个打爆你？这个。你要用这个打爆你啊？好了，没问题啊。人家问要用什么打爆你，完全不否认会被打爆。看来你内心深处也不否认自己很烂。同意请按赞。你明知道他没有位移，地图又那么小，你还带瞬移，有屁用啊？不知道啊，推荐上面有一个赞，这样就点他了。记得啊，全出那个我们刚指定的装备啊，所以我是出全诚心。OK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出诚心可能会比较强哎、欸。你出王者，我觉得都差不多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已经有暴击了？我带暴击魔吻啊，你没带吗？我没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玩射手怎么可能没有带暴击魔吻？太烂了吧！啊、可恶，差一点点。为什么你那么强啊？没有，单纯是你太烂。我刚刚就说，在这局开始之前我就知道了、啊。你怎么跟他高赛嘞？你家高赛，你全家都高赛。我全家。好像也包括我。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我过来啊！你跑屁啊！啊我都过去了。在点哪里？我发现点错地方，我还是赢了。你训哎、欸！你也攻杀、欸，你也攻杀。哎、欸！发什么事？训他，而且我曾经是有加攻击速度的，等于说你出王者。没有比较强、啊、加攻击速度加暴击又加穿透，你拿什么赢我？我就问了。我拿不知道。你输定了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走开啦！走开！你王者是出来了没？王者还没出来，哎、欸、靠背！可怜呐、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今天这一场我输你啊，我倒立吃狗屎啊！你讲的哦，我讲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一定要让他吃狗屎啊！准备好狗屎了吗？你家的小青猫，小青猫的屎也可以、啊、吃猫屎是不是？对，吃猫屎。你还没赢啊，卖小白啦！而且你其实你就是赢在大招串到我晕倒而已，其实。啊，就是你技能放不准嘛，对不对？讲话、啊，没事，让你嘴啊，让你嘴啦，嗯，让你嘴，你就尽量嘴出来啊，再走了啦。
瞬间半血是吧？吃狗屎，吃狗屎！我没有说我要吃哦。好，那你吃猫屎。还没投降，输一半，狗屎吃一半就好了。猫屎啊！等一下，是不能点啊！好，不能点是好，放过你，放过你。我就说吧，诚心比较强嘛。其实是因为我妹太弱吧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你这样子一直讲我就不对喽。为什么你差那一点血都还没死啊？哎、欸，其实王者我的血量低于一半，那个王者加的伤害太多了吧，瞬间被你打残。好啦，不要说对你不好啦，我们撑到我们双方有没有？都出完吗？六，你六王者，我六诚心，我们来对抗。好。好。现在就是一直浓吗？对，现在就是一直浓。那你不能杀我啊？不会，我不会杀你。我不会打你，才怪！欸、才怪！才怪！才怪！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真的？哎、欸，你都骗人呢、欸！我没有骗人，我说我没有，我不会打你才怪。我还没讲完，我就打了。好啦，不要说对你不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你每次都讲这句话，然后就把我杀掉。你两把王者是也都出来了，好啦，给你打，让你赚钱。有吧？有赚到了吧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！不要说，欸、我真的是对你很好哎、欸。抓一下羊，有点羊。妮妮，很臭哎、欸！怎样？有一股臭酸味也飘过来。如果哎、欸，你去想哦，如果你今天是能力者，你希望获得什么能力？你想，你先讲，任何超能力都可以。任何超能力吗？对你，我要超能力哦！你要很有钱，我要很有钱。好，那你想要知道我想要的超能力是什么？应该是透视吧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不是那种变态的人，你确定吗？我想要的超能力是我可以惩戒罪犯。为什么？我要的能力是那个黑丝，不是黑丝，应该说是黑毛。什么黑毛？就是我看到坏人在那边哦，抢劫，我手抬起来，我的毛会冲出去把那坏人好恶心抓过来吸。我就可以当拯救世界的英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样举起来，然后就對那个罪犯就会被抓起来。对，然后如果两个以上的罪犯会这样这样，那个一毛会冲出去把敌人抓过来。我觉得那个罪犯会有心理阴影哎、欸，他以后可能要进行心理辅导。你是被什么抓起来？我是被毛抓起来的。不用躲，又不会跑出来。很脏，有一股臭酸会飘过来呗。你不要乱讲哦。你几天没洗澡了？差不多两个月吧。那我看一下，欸，特可以跳舞哎。那你吃饼，我跳舞，你点我也就吃饼了。好，在哪里？我有舞蹈可以跳。你也有舞蹈？好，我们跳同一舞。好。欸欸你也有舞蹈可以跳是不是？你也有舞蹈。我叫个弟弟。你忘记上一集说到兵不厌诈，真是战争。哎，聪明聪明呢、欸，再给你杀一次够不够啊？应该够了吧？你现在还差多少钱？对吧？刚出，再一次应该就好了。刚出，你知道想什么吗？啊？不出的好出，出的不好出，不出的比出的还好出。我说你这才是两智障。那你唱一次来，你唱一次啊，你唱一次啊，来手机放着，唱一次啊。不出的好出，你这样也算智障、啊，你这样不算智障吗？各位各位，我们双方已经浓到满装了。看一下我们的双方的装备，六王者搭上六成星，那我们现在要站着互围，好吧？我们等这波兵线结束之后正式开打，我们先把兵线给清完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再偷点我了。我不会，我点兵线，除非你太靠近我，我就点兵线。我们兵线清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式开始成星与那个王者的对决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开始。怎么会？秒杀、欸！再一次，然后再一次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怎么感觉你点的超痛的哎、欸？
我不知道，初六曾经就是那么屌吧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哦，开始。我发现一个重点，我发现一个重点，大招，对，大招谁先串到对方谁就赢了，真的，就是谁先串到谁就赢。那结束了吗？当然是还没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吧。好啊，现在要这样子就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兵线清完，最后一波单挑了哈。我觉得你会偷点我。嗯，我觉得你会偷点我。我会偷点你。好了好了，好了没？好的。好，开始。啊、哦、完蛋了，大招空掉了！我还出复活甲，你有看到？为什么你会出复活甲？兵不厌诈，这就是战争！小伙子，没事啊。你跟哥哥的单挑呢，永远是不可能公平，永远是不对等的，好吧？没事，输是正常的。来，我去哥哥，我去拿猫屎给你吃。啊，我看到比猫屎更狠的，我没洗过的袜子。来，走开，试试看。很脏，你好久没洗澡了。浓醇香哎。林老师，你搞鬼啊！OK， 我们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，等一下我去处理我妹，你不要跑，大家拜拜。